43岁胡静近照曝光，一脸素颜吃路边摊，与老公结婚多年仍幸福。胡静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近照与外界分享近况，许久不见的她依旧美艳动人。照片中，胡静身穿花色连衣裙，素面朝天，脸上一丝皱纹也没有，宛如少女般冻龄。她独自现身某个大排档，浑身一点明星架子也没有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此次就餐的地方就是在路边，地上随处可见垃圾，环境虽有些恶劣，但她丝毫不介意。胡静在国外的生活还是很惬意的，平时没事就去山里的别墅看书，再不然就与家人外出吃饭或者参加聚会。胡静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，自己只喜欢拍戏，拍完戏回家休息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。现在的胡静活得像少女般轻松自在，令人羡慕。祝福她往后能越来越好，期待她更多优秀的作品。